Hello，大家好啊！今天是2023年的2月23号，今天礼拜五了吧？今天，然后现在是晚上的9:53。本来是今天刚刚理完发，今天是不是2月2啊？还是几号我忘了。然后呢，本来想去理完发，想去冲个凉。然后但是有人呐，那然后这时间怎么办呢？这个我也不能浪费了，因为我这个在亚马逊买的这个电池，本来我以为是挺麻烦的，结果还在亚马逊买到了。这个电池呢，大概是买了49还是48，40-50块钱。我发现大疆的电池吧都特别贵，然后这里面还有包了2层，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换这个大疆的电池啊，这个、电池应该差不多吧？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这个旧电池你看没有，已经发软了，然后新电池是这样的，哎，怎么感觉这个感觉不一样呢？我操！哎，我操！哦，这边吗？那为什么会有个这个东西？这是干啥的？我操！这是啥呀？这是，好像是什么胶给粘上去的。我去，好像电池还不一样啊！哎，我看这个电池是哪里找的？我看不太清了。中国制造的，又是中国制造的。我在网上看的视频啊，它网上有一个视频，我在那个油管上找了一个视频。这个是用啥抠下来？我试试，找找工具，看用这个能不能。它视频上面那个电池啊是没有这个白这个不知道是啥东西，我不知道这里面构造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别被我弄废了。哎我操，开机了，居然还能开机！你说这也是够夸张的，看没？居然还能开机，那说明我的机子是没问题，就是电池有问题啊。今天是23号啊，那个因为是这个摄像机呢坏了，所以呢我基本上这快10天了吧都没有拍视频，都是拿以前的视频呢，就是在那边充数呢是吧？好像是要。把这个黑色的卷起来吧，哎呀，我没有，这个能不能卷起来？然后呢，就拿以前的视频充数呢。然后今天呢，是因为这个到了，本来呢是可以，这个前几天就到货了，本来是可以早几天就可以把这个电池换上的。但是那个你知道，哎呀，人有祸福旦夕，你知道吧？这个摄像机坏了之后吧，然后又来一堆事儿。然后这两天呢，我的那个房间的那个房顶啊，哎呦，这是什么玩意儿？房顶啊给漏水了，哎，所以说呢又准备这个把那个又要那个房东把那个房顶啊补一补，但是呢他准备周末去做，所以说呢我这两天呢是房间呢是大盆小盆一堆啊，虽然说那个雨水啊这是不漏了，但是呢已经是墙那个天花板上啊一块就是那个墙皮啊都一块接一块的大窟窿，我操，这个还是真的不太好弄，就是直接拔的吗还是怎么着的？我看到那个油管视频上是直接拔的啊。我也不知道是我做错了还是他做错了，我操！哎呀，又摁到了，所以说放这边吧，很容易摁到啊。这个我刚买的时候我就提出这个意见了，这个开机键呢，后来他改成哪？改成这儿也能开机，这儿也能开机，这儿开机呢是朝自己，这儿开机是朝那个拍摄对象。所以呢，这个东西吧，设计得设计好喽。你像咱们就是普通用户哈，没有那种专业需求啊，什么高清高画质，没有这种需求。就是你把这个电池啊稍微弄好一点，哎，这个东西就在目前来说就是挺完美的。但是你谁能料到这个电池能坏，能鼓包成这样？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信息，有时候大疆的那些什么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型号的电池啊，也是，我操。也是那个电池鼓包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出现的，说明了这个并不是我这一个产品出了问题，可能这个大疆的电池吧，虽然说这个产品不错，电池可能就是会不太好了。我又不敢用蛮力，哎呀，本来我想用蛮力的，我操！你像咱们这种这个非专业的大老粗，对待这个东西呢，就得用蛮力。妈的，哎呦我操！哎呀，这个怎么弄的呀？这是怎么弄的吧？哎呀，怎么就出不来呢？得我撬一撬吧，赶紧撬一撬，能不能撬出来？被他妈撬坏了个屁了！哎呦我操他妈的！哎呦，废！哎呦我操！我又怕把下面的线什么东西给弄坏了。哎呦我操！呵，粘的还挺牢。哎呦我操，下来了吧？下来，我操，这玩意儿粘的还挺牢啊！这什么玩意儿？这个是粘的纸，这是粘的是什么纸？这不就是这个吗？是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装的这个玩意儿。这有个双面胶，这玩意儿双面胶我先留着吧，待会儿看也许有用啊。对，这儿有个这个东西，那就是我看一下，先比一下方位，
这么朝下。好了，我在那个有视频上看到这下面还是有一个什么，有螺丝的，还是有什么东西的吧？对，这上面是有螺丝的，螺丝的就又可以用我的这个，这东西买来就是得用的嘛，是吧？你买来不用不行。这是四角的，哇，这个很细啊。四角的是哪？四角的、五角的、三角、六角、四角的，会不会是这款的？看一下啊。哎呦，哎，正好可以，这种小螺丝，哎，简单运动，其实吧，我在那个上礼拜几，我是13号是吧？是礼拜一去了新泽西之后呢，其实我礼拜三又去了一趟，我去了两趟新泽西，然后这儿怎么拆呀？我操！哎呦我操！这个光把我挡住了，这是怎么拆吧？没法拆了，不是这是下面的电路板的东西吧？哎呦我操，高科技啊！咱们也来拆高科技。这是有个扣子，这是不是有个扣？对呀，这干啥的？这怎么跟那个油管上的视频的那个不一样啊？油管上视频只是一层纸，这里面是一个塑料板呢，对不对？这个还不一样呢，我操！我能不能把这个刮下来？这也刮不下来呀、啊！这也刮不下来。我试试能刮下来吗？能刮下来啊！我操，刮废了，天！这个我这里也有一层啊。那么我还要不要？它本身没有嘛，对吧？它本身没有嘛，对吧？那我就把这层刮下来算了，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打开呀、费鸟劲了。哎，这个就跟伺候女人似的。哎呦我操，你又不能狠了，你又不能重了，哎，轻重都不行，我操！哎呦我操，是怎么弄吧？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怎么弄。哎，不管了，就这么着吧。哎，怎么地？搞烦了，我就不管不顾了，我得把这个拔了，把这玩意儿拔了，要不然放不平。哎，还开机了，我操，奶奶的！哎呀，我还开机了。怎么着也还被我弄开了机了，这可能是一怎么着啊？这下面没有螺丝啊？哎，这下面没有螺丝啊？哎呦我操！把这些垃圾都丢了。下面没有螺丝啊？这怎么打开呀、啊？哎呦我操！哦，没有用。我礼拜几？我礼拜五啊，礼拜四又去了趟新泽西。然后我去的方向呢是往那个大西洋城的方向，差不多离纽约市呢也就一个小时车程吧。然后朋友在那儿也又看了一个车行，然后呢就订了一辆车。哎呀，看到没有？人家呢车坏了还能换一辆车，咱车坏了，我操，只能睡大街了，没办法了。你还想睡地下室？不可能了，没有啊，这里面没有螺丝啊，那咋弄啊？这个东西那咋弄啊？撬又不敢撬，搬又不敢搬，哎，费劲呢、啊。是这什么玩意儿？这东西？哦，这是不是一个？这是不是一个什么东西？操！他妈的，这是干什么事都是第一次，是吧？你说，哎呀，你说美国是这个药很珍惜。自己的第一次啊，怎么地的？你来美国就知道了，什么玩意都是第一次，珍惜什么？珍惜个屁！珍惜，都是，我操，妈的，把镜头都给弄动了。哎呀，这是啥整？哦，这还有一个螺丝吧？我说嘛，下面这有一个白色的纸，看没？这个白色的纸可能是那个什么，是那种检修的纸，就说你一旦这个捅破了这个纸，就是说明什么？这个纸我看看，我看能不能把那个镜头放大？是这儿吧？这个纸是这上面是啥字？撕毁无效，对，撕毁无效，无效就无效了，反正我也没指望了。哎，这年月能指望谁呀、啊？哎，谁都指望不了啊！有三颗螺丝是吧？我说哪儿哪儿应该是，我看人家是拆的很简单，稍微一撬就起来了。为什么我他妈干点事儿那么费劲呢？我操！什么情况啊？这是？
哎呦我操！哎呦，我操，是哪裂了吗？别是这儿还有两个螺丝吧？这两个螺丝好像不碍事儿啊。我用这个换一个大螺丝试试。这个好像和他妈和那油管上那个视频都不一样啊，因为油管上啊只有一个那种视频，就是中文的啊，只有这么一个，所以说没得挑了。哎呀，他买了辆车，买辆新车，哎呦，我操，跑哪去了？这样是不是就能起来了？我觉得这个也没关系吧。那这儿还有螺丝没有啊？哎，邪门了。哦，这应该有胶，这有胶，费的鸟劲呢！我操，应该是有胶粘着上面。我操，这相机别被我拆坏了！我操，拆坏了我就得哭了。哎呦，499，500块钱这玩意儿，我换一块电池，这块电池呢就50块钱，我如果换的成功了，还能用个1年2年，对吧？要不然我又得花500块钱去买什么新的，是不是这么猜呀？我操，谁他妈！这也没个说头啊，没说法呀！我操，这个应该是麦克吧？我觉得这应该是麦克，这个在这里的是不是麦克？它也不像麦克呀！哎，怎么粘这来？我觉得这应该没螺丝了呀！你看没？看没？应该能看清吧？这个没螺丝了呀，它为什么就出不来呢？哪出问题了？我看那个油管上面的视频也就是卸了两三个螺丝，我他妈卸5个了，我操，还多俩，哎呦我操，我觉得应该是这儿的事，这儿有他妈的，有他妈胶在这儿，呦呦呦，我操，这一声响啊，黄金万两啊，我操，又开机了，又给我弄开机了，我弄开机了，这费劲啊。是不是嘛？这什么玩意儿？这应该是胶，我应该不要碰见了。我在待会装回去的时候，烦人！哎呀，这里面是怎么回事？我看看。哎呦，这里面的胶还不少。我操！哎呦，又开机了。我得把电源给断了。这个配装配的真是怎么回事？你看到没有？里面是什么情况啊？这里面啊？哎呀，费劲呢！我操！弹簧是吧？你能看里面吗？有弹簧，应该是没事儿的吧？我不行，就使一下蛮力看行不行？也不行啊，搬不动啊。这有什么呀？外面有螺丝吗？这不是螺丝吧？没有螺丝啊，这里面。哎呀，操他妈都半小时了，我操！我修完了还想去洗澡呢，我操！这弄得我操一这个这么够呛的，我操！非得我下蛮力。什么情况啊？这儿操！我就不敢用力搬，我感觉哪搬了会，搬了会怎么地似的？我操！这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在里头啊？哎呦我操！哎，我把这个胶给抹掉了。我把这个胶弄得满手满机都是，我操，费的鸟劲了，我操！哎，这怎么就自己给掉出来了？那你掉出来了，我也是要把这个盖板给打开呀，不打开我的新的装不进去。妈，这是什么玩意儿？胶弄的，我操！哎呦，我操，这上面还有，我操，什么情况啊？这是，哎呦我去，哎呦，这玩意儿都忍不明白了。哎呦，我都快整不明白了，这咋整啊？是不是得往这敲？这边也敲不动了。我又给摁回去了，摁回去了，这回也没用，出不来，还是出不来。哎呦我操！
什么情况？我感觉跟他妈主板粘一块去了。这他妈的我打不开了，我操！啊，我他妈也醉了，我操！哦，不知道和是不是和这有关系，不知道是不是和这有关系。哎，我这个都被我弄，哎呀，给弄成这逼样了，我操！看一下用这个能不能还能不能装了，不能装就废了。还行，为什么呢？为什么人家就能装呢，咱就装不了了？我操，咱都卸都这么费劲呢，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没有诀窍吗？没诀窍啊！哎呀，我操，费劲呢！我操，干点事儿怎么那么费劲呢？哎呦！就这么着了，反正也，这也拔不动了，就他妈这么装了得了，费那鸟劲了，我操！刚刚是怎么装的？哎，不对呀、啊，他这个什么是，他怎么他这两个方向都不一样啊？是我弄反了？没有啊，对吧？他，你看没有？他这个方向是这个摁板是朝外的，哎，啊不对，他也是朝他，哦，他也是朝那个朝内的，啊、哦，那一样。那没错了，看一下这方向是怎么走吧。那我是啊，他可能是这么走，对吧？他可能是这么走。那我这个也应该是这么走的，对吧？哎，我的也应该是这么走，我就得这么玩。我操！问题是我这壳打不开嘛，烦人的这玩意东西。哎，怎么还用？我操！这板上怎么这么多浆糊啊？我操！什么胶啊？什么玩意的？去你大爷的！跟你填不填不，那我就既然打不开，我就这样玩得了。哎呀，这上面的东西应该没什么影响吧？脏兮兮，干点他妈事儿费劲，我操！因为网上啊，我看人家的电池呢是这个东西吧，是打开来的，这个东西是要另外的卸下来换的，得焊上去的。它那个电池散的，但是我买这个电池好像是就应该是在就应该是在一块的，在一块的就无所谓了，就直接装上去就得了。哎，但是我现在这个很费劲呢，我这个我操！我能不能拔下来呀？我操啊，就不能拔吗？这一点机会不给我，真的是不行呢。好像可以，但是我要稍微翘一下，好像是可以吧？这什么东西？哦，这怎么还有螺丝给粘上去了？哎呦我操！你大爷的，这不相信了。就他妈这么费劲，就差一个角了，这怎么什么情况啊？这个地方，我操啊！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哦，这两个东西这么费劲，我操！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我觉得没有很大影响啊，反正这个电路板就这样啊。我又不是理科，我也看不懂，去你大爷！就这样吧，费劲巴拉的，我操，一个一个破。哎，你说以后咱们去火星了，是吧？那些万一有些这个元件呢、啊，什么东西得换，对吧？那怎么办呢？总不能。又从地球找一个那个做维修的吧，是吧？花个2年又跑过去吧。所以说到火星呢、啊，就每个人都得学会呀、啊，学会这个东西怎么弄呢、啊？这好，我刚刚以为是装这儿，好像也不对，好像是装的这个口子，好像是，我试试啊。哎呦我操，还行不行？费劲呢、啊。风吹云动，云动，看能不能开机？哎，可以开机了啊！哎，有，刚刚没看到是吧？再看一下，看没？正常开机啊！关机了，哎，说明这电池有用的啊。那有用的我就是费劲，这个比网上好像就是一层纸，它不是一个板子，知道吧？这是这是一块板子，这么费劲吗？不管了，现在是把这个搞定了。哎呦我操，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搞定了，我就把这个盖上，然后我现在摁一摁，啊，把电池摁一摁，然后把这个盖板给盖进去，
运不动。哎呦，这个好像还没有，没弄好，还没有。这个是歪的。但是我先把电池给弄进去。哎，现在好了呗，对吧？现在好了，我拿这个试一试，这个能插上去就没事了。嗯，好了，这个也能插上去，正好。好了，刚刚试了一下，完美。哎呀，看没有，这个是不是明显的一个鼓包，一个没有鼓包，是不是？哎，我操，很明显吧？这个没按进去，对吧？哎，这样的话呢，我的这个摄像机呢又满血复活了啊。嗯，这怎么回事？我又开机了，讨厌啊！然后，哎呦我操，好像是不是这个东西？这东西好像，嗯，这蓝色的这个胶丸，这个我不知道是干啥的。我之前视频里面好像也没有说过有这么样东西，但是我这个好像一粘也 OK。嗯，哎呀，哎呦我操，这什么蓝色的东西？飞机？哎呦，盖子呢？嗯，把工具收一下。这是两千板，这是这玩意儿，这是。五个，哦，我的，哎呀，傻逼了，我的这个螺丝还没有装上去呢，我操，妈的，一激动的，把这玩意儿给忘了。嗯，这个东西呢，拆过一次啊，就那个就很松了，对吧？很松了。我把这个螺丝给拧上。哎哒啦滴哒，这个被我拆过了啊，这个就不值钱了。哎呀，这玩意儿就得砸我手里了，就这玩意儿要砸我手里了。小手牵大手，这要对角的吧？感觉也是要对角的，要不然呢？不对，这个螺丝为什么？哦，不对呀、啊，这螺丝装不上去了。完了，这螺丝装不上去了，这又他妈哪出问题了？这底下两个还行，哎呀，这螺丝又不知道哪他妈抛锚了，嗯，这没办法，这只能是说是大力出奇迹了，就只能往下摁了，还有两个大螺丝，两个大螺丝，大螺丝是这里的，这里大螺丝，哎，你说咱最好还是。最好的工作呢，可能还是去拧螺丝。哎呀，这个满世界转一圈吧，最发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居然还是要回去拧螺丝。你说说，哎，你说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行了，就这么着吧。好了，这个今天的这个东西就算是弄完了，把这个东西一粘。啊，这个盖子啊，盖在这，哎，这是盖子啊，盖子，我操，这盖子，我操，这是顶。顶裂了吗？啊，感觉像顶裂了，裂纹是吧？哎呦我操，还真是顶裂了，我操，真他妈牛逼，我操，顶裂了，我操，我去，顶裂了也没办法，嗯，这他妈都是蓝色的，哎呀，顶裂了，裂了就裂了吧，没办法。哎，我得把这个，我试试啊，开下机。嗯，对不对？这一点问题没有，26%的电。好了，这就算好了。嗯，我把这个关上吧，这就好了。我把这个东西都装上，把内置卡也装上。这就是这个我的摄像机就满血复活了啊，复活了，把这些配件都，哎，这边吧，这边配件都装上。哎。这就齐了，又可以用了。好了，明天我们就是在路上测试一下，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估计后天就正式开机吧，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明还需要有一天时间做一下测试。希望是没有很大问题，我觉得。好了，这就是大疆的这个电池。哎呦，这电池呢是个麻烦事。我最近呢，我攒了不少，我找找啊。哎，我的鞋呢？我操，鞋去哪里？这是电池。哎，我操，最近啊，找啥？最近我这个电池啊，给弄了不少。哎，最近那个大疆的，这也是大疆电池是吧？然后呢，这也是大疆电池，坏了啊，这是放坏的。哎呀，最悲催的就是放坏的。哎，我还有一块的吧？
怎么就剩你那个了？就剩一块了。这是我的那个一个这个汽车的棒骨，汽车棒骨这个电池吧，用了三四回四五回，结果在车上放了一个冬天也坏了。你他妈特别扯淡。找不着了，这个电池呢，也我在网上看的有说能激活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激活。这是那个棒骨电池。然后呢，我在网上看的说那个笔记本，我之前不是换了一块笔记本电池嘛？我在网上看的，跟人家说，哎，笔记本电池呢也可以激活，是吧？你就把那个给拆下来。结果我看笔，你看，就这块电池啊，我看别人拆的时候呢，我操，特别的简单，怎么一拆用？你看咱拆了，看咱拆的这个逼样了，我操，看没？哎呀，这他妈还修个屁也行？你看这里面的电池呢就这样子的啊，这样电的一节接一节的。这根本就你再激活也没有办法用了呀，是吧？已经废了呀。现在我现在愁的是这个电池，这么多电池怎么处理？我操，这是当垃圾丢呢，还是怎么着呢？还是专门有回收的地方呢？那咱也不知道。我操，这破玩意儿里面的都是用那个，说是不是用那个什么？他们用超声波什么玩意儿的给这个给弄的这个严丝合缝的。这都是这些专业名词，咱也不明白什么叫超声波这玩意儿。反正也废了，没用了。这电池我本来也想拆。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激活。现在又多一块，这一块电池啊，也差不多四五十块钱。我已经换了两块了，我上个月又买了一块。哎呀，总之在大疆上面，这电池我都花了将近一二百块钱了。好了，今天叨逼叨都叨了挺多的了啊。我视频可能会加点速，因为时间很长，已经四十五分了，稍微加点速。然后我可能明天测试一下，后天呢就可以正式的再使用我的这个摄像机了啊。我又开始可以重出江湖了。好了，到这儿，拜拜。